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二十八密。第二十八密，一这一段啊，次明去，请看本文啊，夫宗旨所归者，明去。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之所归，在于往生极乐净土，正三不退。故本经以缘生四土，尽顿不退为去。首先呢，把这个课题做一个简明的解释。前面第一段讲明宗啊，是说明这一部经修学的最高指导原则，也就是方向啊。那么这一段呢，去是去向，归去，我们依照这个宗旨啊，这个指导原则去学习，最后我们得到什么样的结果，这就是去了啊。所以在前面讲的宗旨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两句话非常重要。什么叫发菩提心？总得要搞清楚，搞明白。前面简单的来说，发菩提心就是发成佛的心，做佛的心。啊，做佛是什么意思？做佛就是要普度一切众生，帮助这些迷惑颠倒的众生，像诸佛一样，像自己一样啊，也回归到自性，都证得究竟圆满的菩提，这就是去。啊，念念不摄菩提心，这一句话很重要。华严经上说了，如果你把菩提心忘掉了，所修的一切法都叫做魔业啊，业是事业，你所干的这事全跟魔挂钩了啊。为什么呢？都是三界的福报，出不了六道轮回，这就叫魔啊。
佛是超越轮回，超越十法界，你不能出去，这都叫折磨，你还在六道里头折磨。这个意思必须很清楚很明白的了解。所以我们学佛目标啊是极乐世界啊，最后啊我们是往生极乐世界，什么时候呢？就在这一生。到极乐世界去干什么？去证三种不退啊，未不退，永远不会退到十法界做凡夫位。诸位要知道，十法界里面的六道叫内凡，三界之内的凡夫；四圣法界叫外凡，啊，六道以外没有出十法界的，他还是凡夫。啊，凡圣的标准在哪里呢？凡夫用阿赖耶。妄心，圣人用真心，用自信，差别在此地。啊，所以只要用阿赖耶呢，他就出不了十法界。啊，四圣法界虽用妄心，用得正。啊，完全以佛菩萨的教诲啊，依教奉行呢，所以很像佛菩萨，不是真的样子，很像，实际不像啊，也就是他没有转识成智。啊，转八十成四智了，他就是真的佛了，真的圣人。我们把这些四理都搞清楚、搞明白了，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呢？不要去问，自己太清楚了。啊，我是凡夫还是佛菩萨？不清清楚楚吗？啊，如果是凡夫，那就得认真努力，依照经教的这个宗趣来修行。啊，菩提心、成佛之心、度众生的心，怎么成佛？怎么度众生？那就给你讲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用这个圆成佛道，还是用这个教化众生，就没错了。自己成就不容易，教化众生更难。啊，所以把自己所修所行的回归净土，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容易啊，这个省事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虽然烦恼习气未断，等于是转识成智了。
啊，在极乐世界一生决定证得究竟的果位。啊，行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啊，故本经以缘生四土。啊，它上面加了个缘字，缘是圆满。这四土，你只要生一土，四土都圆满。啊，而且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证得三不退。啊，阿弥陀佛在十九愿里面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就是三不退，你就圆证三不退。这个是稀有难逢啊！啊，要知道这桩事情是真实的，这桩事情才叫大事。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没有比这桩事更大的。我们今天有幸能够遇到，能不感恩吗？能不珍重吗？啊，能不发心在这一生成就吗？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没比这个事情更重要了。怎样才能去？印祖教我们把十字贴在额头上，就是时时刻刻想着我就要死了，这什么意思？这是叫你放下身心世界，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教你这个。啊，我也常说，劝勉同学，我把今天这一天作为我这一生当中在这个世间最后的一天。啊，今天是我最后的一天。什么事情我应该做，什么事情不应该做，不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吗？啊，应该做的就是发心念佛，求佛戒烟，其他的事情都是次要再次要的。啊，这些次要里面，啊，第一个次要的帮助有缘众生，劝导他们发心念佛。这是次要的，再次要的可以放下了。啊，必要的时候，这桩事情也能放下。啊，先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成就之后再来不迟啊。这是世尊出现在世间，为一大事因缘，这就是一大事因缘。
我们不能不知道。啊，不能不把这个缘分呢抓住啊。啊，像下面我们也要仔细学习这段经文，那这都是经文啊。啊，知道啊，我们要到哪里去？啊，先要把去的地方搞清楚、搞明白。夫净土有四，啊，这前面这个字是文言文的语助词，没有意思。啊，跟你说，净土有四种，第一个。凡圣同居土，第二个呢，方便有余土，第三个十报庄严土，第四个常寂光净土。以下略说明四土往生之相。明去下面就分为这个四段。啊，我们先看第一，凡圣同居土。说明这个地方有凡夫，有圣人。换一句话说，从六道到四圣法界，再往上去，大乘、小乘。啊，小乘有四果四相。大乘，《华严经》上说的，51个阶位。啊，菩萨的阶位。凡圣同居土，这个地区，他们都住在这个地方。这叫凡圣同居土。虽然都住在这个地方，每一个阶层空间维次不一样，我们看他底下说啊，底下的文字说的，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是同居净土，注意这个净字，它是同居净土，难得了。啊，为什么？这个世界里面的凡夫，六道凡夫，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让我们想到老祖宗的话，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啊，三字经上讲得好，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极乐世界把这些话通通落实了。啊，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天天教啊，阿弥陀佛真了不起啊。啊，他是圆满的，正如自性的，所以性德的启用真正发挥到淋漓尽致。怎么说呢？极乐世界有多少众生，阿弥陀佛就能够变化多少身。每一个人面对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亲自来教导，这是性的圆满的发挥。
同时极乐世界的凡夫啊，因为极乐世界都是行善嘛，都修善嘛，所以他只有善道没有恶道啊，他六道只有两道，没有阿修罗啊，没有恶鬼地狱出生，所以只有人天两道。不一样啊。而这里面的人天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我们前面学过了，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个意思就是说，虽然是凡夫，你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修行生活都跟化身菩萨同样的享受啊，同样的档次。那么化身菩萨他也能够化无量无边身，跟阿弥陀佛一样，他能化无量无边身啊。化身干什么呢？化身到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去供佛闻法，不可思议啊！啊，供佛修福啊，修无量无边的福报啊，闻法是修慧呀。那我们要问了，十方诸佛如来啊，给这些人讲什么法？诸位同学有没有想到啊？十方诸佛你去听法，他跟你讲什么法？你们回答不出来，我想到了，我说出来你们想想看有没有道理啊？能不能同意？十方一切诸佛如来都讲阿弥陀经，都叫你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你想想，可不可能？是不是这样？世尊当年在世，无量寿经多次宣讲啊，即使说一切经也常常带着介绍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我们能够想得到啊。啊，为什么？大经里面佛告诉我，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一心一智慧，六无为一然。这是我们贫瘠的理论依据，想象到十方诸佛教化众生都用无量寿啊，无量寿是华严的规矩，法华的规矩啊，当然讲这部经啊。所以你要学经教，学什么经？你就学无量寿经，一切诸佛共同宣扬的啊，这是圆满的大乘。这一部经学通了，门门都通了啊！不要再找麻烦了。
啊，真的，一精通啊，一切精通。这一步先学通了，你就能讲《华严经》，你就能讲《法华经》。那能讲华严法华，你就能讲一切经。这是秘诀。啊，你真搞清楚了，真懂得了。啊，净宗学院的宗旨、宗序，你不就明白了吗？啊，这还用得多说呢？啊，用不着了。这同居净土要认识它。啊，不可思议。下面说，我等所在之娑婆世界，亦是凡圣同居土。啊，也是凡圣同居。此土呢，亦有凡有甚啊，如文殊常现五台啊，文殊菩萨常常啊出现在五台上住，阿罗汉呢常住啊，常往天目和雁荡浙江这两个山啊，天目山有五座山峰，啊，东南西北中，啊，在浙江，啊，雁荡，天台大师的道场，啊，跟天台山不远，世界此土之甚也。啊，这是举个例子。啊，譬如观音在普陀，地藏在九华，普贤在峨眉。啊，这些都是圣者，但我等所居之同居土啊，是同居秽土，不是净土。啊，什么原因呢？总离不开因果。这因果是自己造的，自己造的因，自己要承担果报。佛菩萨对你也无能为力，必须是业障习气忏净，啊，忏除之后，佛菩萨可以帮忙。阿弥陀佛，能分身教化了极乐世界一切众生，为什么不在我们这个世界教我？我们的业障太重啊，佛示现了来教我，有没有？有。什么样的人？真修了有福报，业障轻的人，业障重的人不行。为什么？他不接受，他不尊重。哎呀，
佛菩萨天天给他讲话，天天现身给他看，不得了，这是魔啊。啊，要想尽方法把魔驱走啊。啊，这反常啊。社会我们也不允许。不是佛菩萨不来，语言不成熟啊。啊，偶尔是几个人成熟。这就是所谓的佛度有缘人，真心肯发愿啊，肯发菩提心，肯发求生净土的愿啊，愿心恳切，他就有感应。愿心里面还有一点自私自利，名闻利养、贪嗔痴慢就不行，感应就没有了。我们也曾经遇到有感应的人，他有没有这些习气呢？有，一般讲的是比较不。有这个习气，时间比较短，别发脾气，一阵脾气发，他马上就觉悟了，就后悔了。啊，有人生气，三天一个星期都化解不了，那就太重太重了。啊，那佛菩萨想帮你，真的丝毫都帮不上。啊，所以佛度众生需要时节因缘。啊，什么时候他来，他一定会来。时节因缘没成熟，怎么求也求不来。真求来了，祸害就来了。啊，不但对你自己不利，对你家庭不利，甚至对整个社会都不利。啊，佛菩萨会不会干这个事情？不会干这个事情。啊，妖魔鬼怪会干这个事情。他是唯恐你不乱。啊，佛菩萨不是这样。啊，大经上常说，佛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你不喜欢佛菩萨，佛菩萨不来，你不就很欢喜了吗？你看多慈悲啊！你喜欢佛菩萨，他就来；你讨厌他，他就不来。啊，肯定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这是我们做佛弟子应当向佛菩萨学习啊！啊，一个人真的不为自己，啊，不为家庭，起心动念为苦难众生，为社会安定，为世界和平，为正法救助，那就对了。啊，应该放下的，你自然通通都放下了。啊，无论是生活，是工作，待人接物，身心清净，一尘不染呢，那叫心净则佛土净。啊，你心清净了，无论住在什么地方，也是同居净土。所以，故虽名同居，而实有不同也。啊，这就说明，我们这个是释迦牟尼佛的
凡圣同居土，跟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名称相同，实际上有很大的差别。这个差别是在众生的迷悟。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的众生觉悟了，觉悟没证果，那什么呢？解悟。他烦恼习气没放下。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呢，他虽然没有证悟，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他等同证悟啊，确实没证悟，但是他跟证悟的好像也平等等同啊。说个等同当然不是完全同啊，这佛力加持不可思议。我们看下文，如要解，为此之同居曰，这是要解里面所讲的啊，欧益大师说的，有十圣，过去有漏业，啊，十是真的，啊，小乘、初果、二果、三果。真的断烦恼，所证的这个阶层啊，能够断三界八十八品见惑，证小乘须陀洹果。啊，再断三界八十一品思惑里面前面六品，正二果。斯陀含啊，那么这些呢，这些人过去烦恼习气没断尽啊，这是真正的位置。全圣像文殊普贤这些人，大权示现之菩萨，文殊普贤、观音、释智、地藏，久远皆都已经成佛了，现在在这个世间我们知道了，应以菩萨身得度，他就现菩萨身；应以佛身得度，他就现佛身啊。虚云和尚朝五台山，在路上生病，遇到一个乞丐来照顾他啊，那个乞丐叫文吉啊，住在五台山的，两次生病啊，都碰到他来照顾，以后知道他就是文殊菩萨啊，帮助病苦的虚云老和尚，应以乞丐身而得度，即现乞丐身而为说法。
这叫大权实现呐、啊！大慈悲愿出现在世间的，故凡夫得与圣人同居。啊，能够跟这些小乘阿罗汉、啊大乘这些佛菩萨住在一起，这十圣慧身啊，这小乘这些圣者，他们寿命到了，啊，我们说往生了。全身寂静，这些大权示现的佛菩萨，他们是在讲没有涅槃啊，他们在这个世间住的时间长短，是看这个地方众生的根性有没有。如果这个地方众生有可度之机，他住的时间就长一些。这个地方呢，可度之机没有了，他就走了。啊，可度之机是什么？就像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具足六个性，就能感动诸佛菩萨大权示现住在这个世界。这六个性，第一个是性自己，信自己的本性本身，信自己本性是佛，也就是本来是佛，这个要相信啊！啊，我是迷惑的佛。诸佛是极尽觉悟的佛，他已经圆满证得自信的这尊佛，我对他有相信。啊，他来帮助我，成就我，指导我回归自信，这信他了。啊，信自信他。第三个，信事信理，有事有理最后信因信果，六个信呢，这六个性具足了，佛菩萨了，自然应现到这个世界了，他要帮你忙啊。因为这六个性有了之后，你的得度的机缘成熟了。如果这六个性不具足，换句话是，你在这一三生当中，你不可能超越六道，不可能超越十法界。啊，佛菩萨到这个地方来，他主要不是对你来的，
你是附带的。如果你有这个福报，沾上光了，种一点善根，它不是对你来的。他要到这个世间来的时候，这世间肯定有几个，至少有一个。佛是门中不舍一人，一个人有这个根基，他都会来。要是完全没有的话，他就不来。这个道理要懂啊！为什么有人能见到，有人见不到？是过去生中啊，生生世世，这个学习的语言不相同。我们看下面。因为时甚回生，就过世了，全身寂静，便生成失意，苦乐悬殊，乃暂同非究竟同源。这就是说，我们这个同居土跟极乐世界同居土不一样。我们是暂时的同，人家是究竟同。极乐世界有乐没苦，我们这个世界苦乐悬殊。极乐世界只有向上升，没有退转的，这个尘就是退转。我们在这个世间，如果不小心、不谨慎，很可能沉到地狱。也就是说，跌到地谷了。我们往上升，人往上升呢，是天道啊。天道有欲界天，欲界天大分六层，细分那说不尽。这一定要懂啊！如果能把欲扶住了，欲是什么？财色名食睡。用什么扶？用定功。你真正修定，定心是清净的。这个财色名食睡不动心，它不是真不动心，是定功扶住。定要失掉的时候，它又现行。从财色名食睡里又会起贪嗔痴慢。你的烦恼又现前了。所以在六道里真的是深沉不定啊。升到天上，天福享尽，往下堕落的太多太多了。尤其是色界天、无色界天，几乎都是堕落在三途。欲界天稍微好一点。欲界天里面堕落到人道里面的很多。因为他爬得不太高。再看底下的文，有天壤之间，见闻者少，信或见闻，清净不屈者就更少了。住在这些道场附近，我们
向村民打听打听，五台山附近的村民有没有见过文殊菩萨？有啊，真有见到的。啊，一见到之后就没有了，再找不到了。啊，知道是菩萨现身。啊，我们曾经朝拜过鸡足山，鸡足山是迦摄尊者的道场，阿罗汉，实际上他是菩萨。啊，有没有人见过呢？有。啊，我还听到台湾去观光旅游的人迷路了，哎，正在召集的时候，啊，遇到一个老人拄了个拐杖在前面走，啊，就向他请教，他给你指路，啊，告诉你哪一条路，再回头去看，这人不见了。哦，于是大家想到，这个可能是大家是尊者出现了。啊，这一条路，叫你到华首门去。啊，这样的事情常常有。常常有发生啊！哎，这就是见闻的人很少啊，信或见闻得有信的，见到了，见到不知道啊。等再回头不见了，再想找也找不到。啊，想问也问不到了。这是事实。啊，我们相信啊，真有这个情形。有，佛事圣人众多，如真如瑞也，不能遍满国度，如众心微尘。再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圣人多，菩萨多，阿罗汉多，啊，这些人都是帮助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啊，经上不是这么说法吗？一佛出世，千佛拥护，这一尊佛与这个世间有缘。啊，或是以佛身，或是以菩萨身份，或是以祖师大德的身份到这个时间来了，啊，许许多多的佛菩萨跟他一起来，有的做他的学生，有的做他的护法，有的做他的群众，示现各种不同身份跟他学习，这叫影响众啊！啊，这些人有智慧，有福德，啊，都来亲近
这一位尊者啊，让许许多多群众看到了，对尊者生起敬仰的心，他的佛法种子就种在阿赖耶识田里面了。跟唱戏一样啊，这人来唱主角，一定很多人来唱配角，这台戏才唱得好。如果他一个人来不行，一定是一群人。佛法跟世间法同一个道理。真正参透了，世间法原来就是佛法。事出世间不二啊。这个就对了。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圣人虽多，如果跟整个世界这些人口比例，那还是太少了。还是如真如瑞也。真瑞是稀少啊。不能遍满国土。如众星未成一样。这叫凡夫之多。迷失自信的人太多了。下面我们看，又居虽同，而所作所办呢，则迥然不同。这两个世界对比，我们这个世界，凡圣同居陀里面的凡夫，天天干什么？造业。造轮回业，造三途业，他真干了。极乐世界那一边呢，虽然是凡圣同居陀的凡夫，下三品往生的，业障习气还很重啊。到达西方极乐世界就上学去了，每一天佛菩萨给他上课，教导他，他除了这桩事情之外什么事也没有。到极乐世界不需要工作，那没打工的，各行各业都没有，就是教育。阿弥陀佛是校长，诸佛菩萨都是教授，去上学去。除这个之外，没听说极乐世界有上帝，没听说极乐世界有政府，那叫没听说政府的，就是叫没有国王啊，那天上有天王啊，极乐世界没有听说有代王，没有。极乐世界只有佛，只有菩萨。菩萨阿罗汉都是学生。那么我们就想到，极乐世界实际上就是好像诸佛如来共同办了一所佛教大学，请阿弥陀佛当校长。设方诸佛菩萨常常到极乐世界去上课，是这么个地方。你在那边学习，等到毕业了，毕业就是证得圆满菩提了。那不是阿弥陀佛加持你，是你自己证得。真的之后
你在不在极乐世界呢？不在了。你在变法界虚空界里面，普度众生啊，帮助一切跟你有缘的人啊，你像观音菩萨一样，三十二应，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那应该教他什么法门，你就教他什么法门。众生爱好不相同啊！啊，可是到最后一定是道归极乐。华严法华是带头。到最后给诸位说，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通通都回归净土。怎么知道的？华严经上看到的。你看，往生华藏世界的那一些菩萨罗汉们，他们所修学的是各种不同的法门，无量法门，学的不一样的，最后通通到华藏世界。到了华藏世界之后啊，肯定是接收文殊普贤两位大菩萨，跟着他到极乐世界去参访阿弥陀佛，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彻悟心性，证得圆满的佛果，在极乐世界，在阿弥陀佛那边。我们从这个地方呢，看到极乐世界的殊胜了，看到佛法的大圆满了，所作所办迥然不同。再看下面文，按要解义啊，这个要解里面所说的啊，意趣，此土凡圣之同居，训于极乐者有四啊，比不上，训是比不上极乐世界。至少有四种比不上极乐世界。第一种呢，赞同。此土小乘初二三果，证阿罗汉呢，便入极灭。他没证阿罗汉之前，初果、二果、三果，都在我们这个六道里面，啊，人间、天上。他证得阿罗汉呢，就走了，他就超越六道了，到四圣法界去了。所以他入极灭了，入极灭到四圣法界去，他就不跟我们同居了。所以跟我们同居的只是初二三果。
大权菩萨度身激进，便不复视线，那他也走了。大权菩萨在我们这个世界，他有两种方式跟我们同居。一种是应身，像释迦牟尼佛也有父母出生，在这个世间住几十年，那都他那个身是自在的，他不是业力。有缘的众生等着他得度。那么这种人没有了，他到这个世间来的时候，应该所度的众生全都度了，没有了，没有他就走了。释迦牟尼佛79岁就走了。不再跟我们同居了，所以这个同居是暂时的，不是究竟的，故于此土凡夫只是暂时同居，非究竟。在彼近同居同居土，则可于诸大菩萨聚会一处，直到成佛，这不一样。我们在西方极乐世界，要升到那里去，即使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你跟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天天在一起，一直到你证得究竟的佛果。他们回归到常寂光，就不再同居了，回归到常寂光。回到常寂光之后，如果极乐世界同居土里面这些人跟你有缘，你又会从常寂光回来帮助他们。来去自在啊。佛度有缘人的缘有两种，有善缘有恶缘，不论善恶，只要是有缘，他肯接受佛法的时候，你自自然然会现身帮助他们，成就他们。这第一个不一样的地方。第二呢，难遇。虽有圣者现居此土，但不易见闻亲近。真的，我们这个世界有佛有菩萨有阿罗汉住在这个地球上，我们凡夫不容易见到，没有特殊的缘分见不到。这是事实，我们都应当明了。而在极乐，
则皆如斯如有，朝夕同居啊，这就是极乐世界不一样啊。极乐世界凡身同居土，你跟这些圣人一天到晚在一起，亲近不离开啊，这些人确实是老师，也是同学啊。极乐世界的老师是阿弥陀佛，他们到极乐世界帮助我们，等于说是助教的身份。我们可以朝夕同居啊，不是短暂的，生活在一起，学习在一起啊。极乐世界的工作，你没有成佛之前，你都在学习啊，他会帮助你。这第二个不一样的地方。第三呢，稀少。这个世界，圣者如珍如瑞，稀有难逢啊！啊，我们这个世间，为什么这么少？这些与众生的业感。才是真正的原因。众生好善，好德，这些稀有难逢的人呢，你会遇到，他会教你。如果你对于伦理、道德、圣学不感兴趣，对这个世界财色名食睡、名闻利养，对这个东西感兴趣，佛菩萨就不来了。佛菩萨对这个东西没有兴趣啊，这是造业。你喜欢这些东西，也有人来加持你，来帮助你。什么人呢？妖魔鬼怪啊！诸位读《楞严经》就晓得了啊！妖魔鬼怪这四大类，他就喜欢这些啊，他就来了啊！你虽然呢？得到一点小的快乐，你自己认为是快乐啊，实际上是刺激，那不是真正的快乐啊。我讲经是常常把它比喻吸毒啊，世间五欲六尘的快乐就像吸毒一样啊，那是刹那很短暂的刺激，后患无穷，苦不堪言，那不是真乐啊！啊，这是世人迷惑颠倒啊！所以圣者到这个世间来，机会就很少啊！这个世间有几个善人、好学的呢，他回来，他来的时间也很短暂，哎，来教导这个有缘人，有缘人学得很快，啊，稍稍学了上轨道了，哎，他走了。
我们想连沾一点光都沾不到。这个里的道理要清楚，因为我们自己没发心。真正要发心学习，这个佛菩萨他就要常住，常住世间了。自己还是贪图名闻利养，他当然就早走了。他对这个世间一丝毫留念都没有。他的现身我们知道，人家正得清净法身。华严经上原教初住以上都有这个能力。就是普门品上讲的三十二应，通通有这个能力。应以佛身得度，他就现佛身。原教初住就现佛身。他是真佛，他不是假佛。他住在哪里呢？变法界、虚空界跟他是一体。也是特殊难，所以无论什么处所，无论什么时间，只要有人真正起心动念想学佛，他就实现。我们每个众生要知道，过去无时，未来无终。无始无终的空间，大而无外，小而无内的这个空间，时终是讲时间，这个时空就是法身，这个时空就是见性的人他的性德。就是他的法身，所以法身遍一切处，遍一切时。任何众生只要有感，立刻就应了。他没有来去，就在现前了。所以大乘讲的即在当下这句话是真的。是真话，就在当下。没有过去、未来，没有此界他方，时空都不存在了。迷的时候，有妄想、分别、执着，有时空；觉悟的时候，没有。菩萨在《白法明门论》里头把这个事实真相已经跟我们讲得清清楚楚。时间空间在白法里面是不相应心法。所谓不相应心法，就是现在人所说的抽象概念，不是事实啊。是个抽象概念。我们要认识清楚，要认识明白。菩萨在哪里？就在当下。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我们也没有离开过他，只是我们迷了自信，见不到。如果觉悟自信的时候，那你就晓得没离开过我。而极乐在其中多有一生不处，其数甚多，非是算数所能知之，但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说。这一段是弥陀经的经文，
佛说的。啊，西方极乐世界圣贤之多，啊，是大圣呢，不是小圣呢，一生不出啊，就是像弥勒菩萨，像观世音菩萨，啊，将来阿弥陀佛，他老人家的缘尽了。他就退位了，就回到长吉光了。啊，观音菩萨就接替他，在极乐世界成佛了。啊，观音菩萨的缘尽的时候，回长吉光了，大势至菩萨就接观音菩萨。所以那个世界只有正法。啊，没有相法，也没有末法。啊，我们这个世界，你看佛法运呢，有相法，有末法。啊，极乐世界没有。啊，极乐世界永远有佛住持，一个接一个。啊，你看我们这一次，释迦牟尼佛入灭了。底下一尊佛是弥勒菩萨要来成佛，什么时候来呢？弥勒下生经上告诉我，56亿7000万年之后，弥勒菩萨才来。当中这么长的时间，这世间没有佛，没佛教可怜呢，众生造业。啊，佛菩萨还是慈悲。有个代理佛，啊，这么长的时间，啊，代理是谁呢？地藏王菩萨。啊，现在是释迦佛的末法时期，地藏菩萨已经上任了，啊，已经在代理了。啊，地藏是什么意思？这个要知道，孝亲尊师，只要众生真正孝顺父母，尊师重道，他就有缘遇到圣贤。如果没有这个心愿，他一生遇不到。纵然遇到，也是刹那就过去了。啊，得不到圣贤教诲啊。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心态多么重要。心态决定一切。事出世间法都没有例外的。啊，那么极乐世界既然是一生不出是等觉菩萨。这是菩萨地位里的最高的。再向上就是究竟圆满佛了。啊，这样的人。多到什么程度？没法子计算。啊，只可以用无量无边阿僧祇说。阿僧祇是单位名称，印度十大数之一。啊，多少阿僧祇？无量无边。啊，何况等觉以下的更多了。啊，十地菩萨、十行菩萨、十回向菩萨、十住菩萨，不知道有多少啊！啊，这些人全是阿弥陀佛的学生，
啊，等觉菩萨是阿弥陀佛的助教。啊，实际上阿弥陀佛天天不离开你。啊，每一天亲自给你讲经说法。你看这么多等觉菩萨在旁边帮助你，你怎么会不成就？哪有这种道理？我们在这个世界亲近一个小乘须陀洹，这种缘分都没有，都找不到。在极乐世界亲近等觉菩萨这么多啊，不要看别的，单单看这一条，我们就应该死心塌地去求解脱啊，知道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生决定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如果要不去，无论修学哪个法门，烦恼习气断不了，还是出不了六道轮回。想到轮回的可怕，那就应当学盈科法师。啊，舍了这条命也要求生净土。能不能成功？盈科法师给我们做了示范。啊，真把阿弥陀佛念来。三天之后，阿弥陀佛真的带他走了。再看第四，所作不同。在此土，圣者贤有圣誉。啊，我们这个地方同居处里面的佛菩萨虽然在我们这个世间，他所居住的，这常说的好，境随心转啊，他是明心见性的人啊，所以他自自然然，他那个居住地方就是十报庄严土，他把它转变成十报庄严土。我们跟他同居在一块，我们是轮回心，我们所看的这个大地是秽土啊，六道里面的秽土啊，我们心不干净。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啊，境随心转啊。我们这个世间有灾难的，他没灾难的，无论在哪个地方，他所居住的地方确实像极乐世界一样。啊，他的宝土无量珍宝所成，绝对不是泥沙。啊，树木花草也都是珍宝，永恒不变的，不像我们这边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四季有变化。啊，菩萨十宝图里没有变化，一切万物是随念化现的、化身的。
那么这是所作不一样啊。这些圣者都在教学，而众生轮回六道，生成无定，轮回心，造轮回业，受轮回报，这肯定的。啊，我们起心动念想的是什么？念的是什么？说的是什么？造的是什么？如果我们一反省，你就知道，就像《金刚经》上所说的，无不是罪，无不是业。什么叫罪？什么叫业？我们所想的、所念的、所造作的，跟自信完全相违背。那就是罪业。贤首过世，在望境还原观里，把信德归纳为四条。信德，那也是无量无边阿僧祇数，数不尽的，归纳成四条。这信德的四根柱子，我们想一想，我们能不能跟他相应？第一条，随缘妙用。我们是随缘，我们不是妙用。我们随缘其用，全是烦恼，全是罪业。啊，把随缘的时候统统用作轮回了啊，轮回心，轮回的念头用错了。啊，妙用是什么呢？随缘里面远离妄想分别执着就妙了啊！随缘里面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是佛啊，有妄想没有分别执着是菩萨，有妄想分别没有执着是阿罗汉。我们现在全都有，随缘里头有妄想分别执着，这就是六道凡夫，这就不妙了。啊，我们做的跟他相反。啊，第二条，威仪有责。啊，那就是
生活在这个世界，所表演的都是给一切大众做最好的榜样，这是佛菩萨。啊，把什么东西表演出来呢？把伦理演出来，把道德演出来，把因果演出来。啊，把祝福这个教诲演出来，为人演说嘛，也是表演呐，做出好样子给人看。帮助众生觉悟啊，这是第二条啊。啊，第三条，如何制止？啊，这是讲我们日常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的态度啊，要温和。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地球上居住的这些众生，它显现的是什么样子？自私自利啊，暴力色情杀盗淫妄，他现在在演这个啊。你看他的思想、言语、行为，这不得了啊！这与现的180度的违背。那么换一句话来，这种造作肯定引发世界末日了。这是走向毁灭的道路，这是走向阿鼻地狱，这还得了？也太可怕了啊。最后一条，待众生苦。那现在人什么想法？损人利己，这个待众生苦跟这一条完全相反。应当舍己为人啊，这是对的呀。啊，损人利己的事情决定不能做啊！这是还原观上，贤首大师把信达、信德归纳成四条，佛通常跟我们讲的就是十善业，信德就是十善业。啊，十善业与还原观上这个四德完全相应。十善业道经上教导我们，我们有没有把它落实？有没有在真干？啊，真干，那叫真的学佛。
依教奉行了。啊，有些人想干，不晓得从哪里做起。在中国，我们的老祖宗也教我们，跟佛法基本上是相吻合的。啊，那我们学习从老祖宗这个浅显的教学上下手，就不难做到。啊，《弟子规》教我们孝亲尊师，那是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而且是基础必修的教育，人不能不学。啊，感应篇是因果教育，要时时刻刻放在心上啊。善有善果，恶有恶报，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你真参透了，你再相信。啊，你才知道断卧修善、忏除业障的重要。你今天学佛，为什么没有进步？或者是为什么进步那么慢？都是你的业障在作祟。业障障碍住你，这是第一个因素。啊，冤亲债主来找麻烦，也来障碍你，那是第二个因素。所以，只要把自己的业障消除，外面冤亲债主很容易化解。业障不除，你的冤亲债主不会原谅你，你还继续在作恶。啊，假名学佛，拿佛法做掩饰，人家更瞧不起。就麻烦在这个地方。啊，有儒跟道的底子，十善业就很容易做到。啊，古人学佛，100年前的人，怎么讲？一个世纪，100年前学佛，那个学佛的人，成就的人多。啊，为什么？他们受过这个教育。从小，父母大人就教啊，啊，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生长在农村，啊，小朋友在一起玩的时候，有时候要打架了，也吵吵闹闹的，啊，路上的行人
走路前人看到了，哎，就来教训我们。啊，我们那个时候，大人教训都乖乖地听着，不敢反抗啊。那等我父母发现了，对待那些客人感恩感激。你说那个社会多和谐啊，那个社会多好，孩子父母管你，你家里面的人管你，外人一样也管你，小孩走到哪里那大人都管你。在今天社会没有了，现在父母管不了小孩，老师管不了学生，这怎么得了？这个现象多可怕！啊，让我们深深体会到，事出世间，古圣先贤呢，那么样重视教育。我们明白了，啊，人是教的好的，也是教的坏的，看你怎么教法。啊，现在小孩都学坏了，啊，谁教他？电视教他，网络教他，啊，家里人不管了。哎，现在教的小孩很可爱，很活泼。啊，10年20年之后，麻烦就来了。到那个时候，后悔莫及。那我们再接着看下面，凡圣虽同居此土，而且所作与成就则迥然不同。啊，怎么不同呢？下面说了，在极乐则同净无明，同登妙觉。妙觉就是究竟圆满的佛果，啊，比等觉还高一层。极乐世界同居土的往生的这些大众，他们天天在学习，不断在提升，要提升到妙觉位，无明习气断尽。回归常寂光土啊，回归自信啊，这是他们的所作，他们的成就啊。故知同居净土之同居，胜于此间无量亿倍。这真的不能比啊。啊，那再看看我们这边同居土，有此土之凡，这凡夫六道啊，包括地狱、魔鬼、畜生、三恶趣，这三恶道啊。而彼土同居，则尚无恶道之名，何况有时？这是《弥陀经》上。啊，西方世界，恶道的名称都听不到，
哪有这回事情呢？说得往生者不复更入三恶道，永离恶趣啊！即使你待业往生，生到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甚至于你生到边地，你也是不复更入三恶道，永离恶趣了。这极乐世界的殊胜，不思此间众生生死海中头出头目，辗转卧道苦去时常也。不像在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世间众生六道轮回就是生死大海，头出就好像你在海里面头冒出来呼吸一口新鲜空气，这什么三山道，立刻就沉下去了。所以在六道里面，你一定要晓得，你在善道的时间很短，你在恶道的时间很长。你看善道里头造了多少恶业，到三恶道把这些恶业消清了然后你就出来，出来的时候又造恶出来的时间短，造作的恶业多又下去了。所以六道里面众生呢，你家在哪里？家在三恶道出来是旅游是出来观光旅游这一次出来观光旅游时遇到佛法，对，无比的殊胜。你要能真正掌握住了，那你就永离三恶道了，永远呢超越六道轮回了，这就对了。如果不能把这个机缘把握住，那你就一定要知道，你还要继续搞六道，还要继续在三恶道里去待的时间非常非常之长。苦不堪言的真正觉悟到这个，才真正会发菩提心，真正肯念佛，真正肯放下了。菩提道上要靠自己自己不真正发心，真正发愿，佛菩萨都帮不上。真正发心了，就感动诸佛菩萨。诸佛菩萨大慈大悲，找有缘众生。什么是有缘呢？真正发心发愿的就是有缘人。那个愿心发不起来。真心发不出来。阿弥陀佛再慈悲，也没法子帮助。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